们今天要去一个岛上，哇塞，看到没有？然后这个车开到这个船上，我的妈，靠俩激动的。有点激动的哦，然后坐这个船去岛上，就去那边啊。我以为是去人车停在这里，然后人下去坐船呢。整半天是这个车也去那个岛上。哇，这船好大呀！哇，铁蛋呢？铁蛋呢？我是说好厉害呀！哦，今天天气还特别好，然后带他们来海边玩，去个岛上。哇，有一个粉丝之前跟我们说，哎呀，大明，你们每周都带孩子出去玩的话，韩国有多少个景点可以去啊？玩一玩不就没有了吗？还有吗？然后那个粉丝说，把韩国都玩完之后了，回中国。嗯，对啊，我觉得我国内都有好多地方没去过，我连北京啊，什么上海我都没去过，我就去过青岛，去过辽宁省的大连、沈阳、鞍山。是吗？给鸟的。然后去过武汉，嗯，广州、香港，现在哪也没去过。哎，那人坐什么？人坐船过去啊？人就那边嘛，就二楼。啊，车呢？车在一楼嘛。啊，车在这个船上的一楼。对。这是船上。对。啊，然后他把这个船带着车去那边。对。啊，哇，好有意思呀。这要票的，对，多少钱？就四个人一个车，14000。哦，14000块钱的门票，就是不到90块钱，然后坐这个船去那边岛上。他俩兴奋死了，一路都在大海叫的。去买板吧，去玩买嘎嘎。在那等爸爸，爸爸去买喂鸟的饼干了。这是船上的一楼，是停车场，然后我们要去二楼坐到那边的岛上去。哇，有好多海鸥呀。你热不热呀，儿子？你热不热啊？不脱衣服不嫌我热，今天老热了。拿度快了。哦，重新买过呢。哇，这喂鸟呢。我过啦。哦，重新买。吃呀。哦，你把它掉下去，我就抓着它俩。哇，他们在吃饼干，抢饼干呢。我过啦。哇。我过。嗯，对。给我蹲一个。如果你挂茶白带，挂茶白带，哦，重新买，重新买。哇，喂这个虾条。啊，如果你挂茶白带，扔。然后여기로고있어봐。여기다。哦，我们去那边吧，这边不行，他俩太害怕了。啊，그러면走吧，上那边去。如果你现在来这个船顶上，妈呀，好颤呀，我好像在发动机这里站着。再给老二太小了，得抱着，怕他从那个口掉下去就糟了。给我手，抢抓手。上这边来，如果你嘎嘎嘎嘎哦，上这边来喂来。啊，他们来这边喂，哇，好有意思啊！我记得我来韩国的时候，2016年来韩国的时候，就是从丹东坐船，坐了一天一夜，好像是。然后来到韩国，那是我第一次坐大船。哇！감사합니다
다 왔어요 이제 내 밑에 那个岛上也能开车啊？哇哦！捡起来，捡起来，没事，我妈教着你，捡吧。好，扔。哇，吃到了！哇，哇好多呀！啊，没错啊！好了，一只卡在我的。你吃上了，进来啊！妈妈，鸟，海鸥，这么快就到了，还得坐一会儿的鞋子。刚上来就下去了，啊，现在要下去。下去稍微再待着也得。啊，待着也得。妈去，待着也得。就这一会儿啊。哎呦妈。哎，坐车，再出去。刚下车上去拍个照，然后又回来了。可姐从船上下来了，要上去了。三个岛。啊？三个岛。三个岛。新岛。啊。西岛。啊。五岛。还挺大的。然后去西岛的话，说那个有一个海水浴场。爸爸。是吧？看这今天天气多好。蓝蓝的天空，碧绿的湖水啊！青青的草原，那就是我。你唱错了吧？那就是我的青藏高原。我们把岛上转了一圈，啥也没有。啥地方？就坐船那块还挺有意思，他们觉得。现在去找个地方吃饭。看这，呀，这都是水道。天，好蓝呀，真的。我们现在来吃个饭。都是大叔大妈们来这地方，好像。这里有。生鱼片，还有什么吧？哎，看什么？哎，看水，他又愿意看水，看吧。还有鱼吗？有哇，有章鱼，有鱼，有鱼。啥玩意儿？马西斯？金老板说，刚看这几个小菜就觉得好吃，就萝卜和泡菜嘛，还有炒一个蘑菇，炒的小鱼儿，怎么就好吃了？感觉。正菜还没出来呢，他就开始说好吃，这不会是好？반찬을잘하는집이잖아不感觉好吃。没感觉。这个就喝水，喝水能喝饱了啊？啊，在这帮着喝水。点了一盘海螺吃，我特别爱吃这个海螺。不知道他们俩吃不吃，还点了那个面条，还有拌饭。这个是面条，哇，这么大一个大鱿鱼。你这是对，这是我点的拌饭，海螺拌饭，今天就跟海螺干上了。妈妈给你弄好吃的。要把这个饭倒在这个里面，然后放那个酱拌一下，太多了这个。这个是那个拌饭的辣酱。妈妈干的我的拌饭拌好了，感觉有没有很好吃的样子？里边就有海螺、黄瓜，还有那个胡萝卜，还有那个什么叶啊，生菜叶，还有什么东西？来一杯吗？冲进去。是啥？金老板还整个？整个米酒。你喝一点吧。你那时候不开车了、啊？辛苦了。你少喝点，少喝点。谢谢丁老板。辛苦了。少喝点，一会儿还要开车呢。喝一杯。辛苦了。哎呀，这样喝呀，太爽了。这不能交代价，你说。丁老板自己把这面条、拌饭、
海螺全干掉了，还整瓶酒。你自从我减肥以后，他吃老多东西了，你是得胖死点。你受不了，每次都是出来玩的时候，他吃饭也吃老长时间了。啊，喂，怎么样？走。吃完饭了，这金老板喝多了，上车，找手机，手机呢？找不着了，车钥匙呢？也找不着了，然后还有我找我儿媳也找不着了。后来说，我说你找着媳妇了吧？媳妇找不着了。这一天呢？媳妇不用加，天天出来非得喝点酒。媳妇不用加。哎呀妈，这可幸好他在韩国没啥朋友，这有啥朋友得天天出来喝去。他来了这儿，好多海鲜是退潮的，没有水。他老开心了，这今晚二就不脱这个外套了。我的妈，热死！哎呀，这喝点酒疯了，这是。这有很多小亭子，然后他们都在这儿哭的东西，然后在这儿吃着、喝呀、玩啊，对吧？这人心想就在那儿整个地毯子躺着睡觉呗，让他俩去玩。李俊，你脱鞋。嗯，去吧。你今天得去卖骨头。你看这金老二到哪都得把肚子撩开，咋的？你这肚子本儿非要给人看见呀？翻劲儿的。爸爸，有给爸爸。裤子穿歪歪了。妈的，爸爸，啊，맨발로하지누구도양말벗고그러면맨발로걸어아빠랑같이아아둘那俩过去。我负责背一堆东西。哎呀，好多呀、啊！这场还有那个生蚝呢，生蚝壳，好多人在这挖呢，还挖不知道挖什么。这仨臭小子啊，一个比一个小啊！哎呀，一会儿鞋都湿了，反正都湿了，走吧。不知道水凉不凉，我也没摸。你看金老板搁那玩的自己，你这是喝多了是吧？自个儿玩的不亦乐乎的，然后他儿子搁那给他运泥巴，哎呦我的天哪，运沙子。这仨人玩的，我把我的帽子给老二戴上了，还挺好看的。我戴久了帽子就头晕，给摘下来了，给他了。看玩的多好。我们现在回去了，看个大飞机。喝多了还没醒酒呢，哎呀妈，喝多少呀？就喝一瓶那个米酒，这家伙的。